谁不曾？谁不曾？谁不？谁不？啊，等一下，看来还没开嗓。主要是我的迎面风，枪风。我们开个嗓吧，一二三四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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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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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腿腿腿腿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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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腿腿腿腿，哎，好了，可以。哎，这样你对着你的那个 GoPro， 我对着我的 GoPro， 我上你腿啊，三二一，上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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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上上腿腿腿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好嘞啊，啊啊，怎么样，开嗓了没有？我不行。哎，孟老师，你知道远哥他第一天蘑菇的第一天的颜色跟第二期，他第一期跟第二期是两个色儿。谁说的？前两期是带妆的，对，两期是一样的。第二天你再看看，我素颜一样还是白，好不好？真的是。好，大千影业把那个磨皮前的素材，一二三上。素材推。腿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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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腿，我到处溜达溜达，我去看看，就这样。哎呀，你干啥了？外面风太大了。是吧？对，疯了。对，我刚做完的发型，这是我在户外化的妆。真假的？我天，你们还好，你们是短发，因为我们这种长稍微长点的头发，做完发型之后就现在在风里边就是这样。那咋办呢？我说就是咱们要不然就是回房间，每个人拿个手机连线，线上音乐会。我觉得也可以。先习惯一下，待会儿我们要经历的事白做了。就已经就相信我，你们该做的都做了，真的，我们也都感受到了，你们能做的都做了。对，哎，没事，挺好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对，又是运气满满的一天，哦哦哦哦。老歌手并不需要完美。整体就是前奏，我先哼哼哼，你几个吧，两个吧，四个吧。对啊，就是最后副歌嘛。啊，我们。